不完全统计，李易峰在本次专访中至少说了1987次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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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意思？哇，现在采访都好难啊！来电不准营业。本身你的语速是那种很慢。你为啥就是比如说演角色的时候，其实讲你说啥，我想生活中讲话就不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。他戏那是角色吧，生活中是我自己的。徐峰看很多吐槽，你说啊，30多，快快问快答，然后帮你再问慢答，对吧？改，就不用改，没有什么的，可以的，我现场就测试一下你的反应。好，就念一下这个一家伙的全名。一家伙这么多名字啊！哇，那上课老师问他叫什么，这估计这一节课都完了。巴勃罗、迭戈、何塞、弗朗西斯科、迪宝拉、胡安、纳波穆西诺、玛利亚、迪诺斯、雷梅迪奥斯、西普利亚、诺迪拉、圣迪西马、特里尼达、多巴州，不是特里尼达、路易斯、毕加索。我感觉就是你对你这种奔放速度明显的一个很大的创伤，我过去几年怎么住山里啊？我不是继续走花路吧？妖娆的夏季吗？我昨天还给一个朋友发，你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吗？然后，因为我想测试一下，然后回一个，你说啥？我说你不知道。之前有一个导弹师打了疫苗之后有一个反，有一个副作用，会向别人炫耀我打了疫苗。你现在就有点那种。哎，真的是，真的是，打了疫苗就会说，哎，你打没打？好想去那个机场的时候啊，公共场所的时候啊，好想人家问我，哎，把那个疫苗认证给我们看看，必须扫那个啊，你感觉就很想，没有人问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就可能那么一说吧。我记得好像男孩都希望自己成熟吧。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那个穿西装然后穿皮鞋就很兴奋，精神小伙走在路上就听皮鞋那个在地上的声音。你想当年就希望自己成熟，有人会说希望自己性感，可能我不性感就希望有吧，没有的就希望有。钱啊，这个好玩，不觉得很有意思，很有趣吗？不有趣吗？啊，你那个是没没意思吗？跳下去就没有意思了吧？这是一个那种填空题，全内鱼最什么的艺人？那么多词儿，就得选一个，好难。这个词可以囊括所有，全内鱼最内鱼的艺人。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。就感觉这个很不一样啊，好敷衍的感觉。这个还敷衍啊？你说全内娱最帅的艺人就没有意思，是不是？全内娱最棒的艺人也有点。好，可以好，就这样。有问过别人吗？别人怎么答的？全内娱最老板的老板。好了好了，这个太不负责任了，这个有点对不起你。全内娱最全内娱最听话的老板。对对对对。全内娱最听话的老板。有啊有啊，不该啊，不该哦，就是要接受大家的批判嘛。那所以你不会觉得他们说的哪些不对吗？他们是辛苦，但是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吧，因为我们都干的是服务行业，服务行业就是会被大家挑刺的嘛，做好了自己心里承受就好。你懂掌声。那你看这发言就会让你看啊看，不好的都是我审核的，发的不错的都是他们自己。有什么是不能接受的？比如说怎么样啊？什么什么什么精英世界，这种你会觉得有点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你确实成绩摆在那儿，对吧？确实是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品和成绩摆在这儿，确实是拿了那么多奖，你也
不太好说他过不过。我的本身已经很低调了，这几年。哦吼，你知道吧，粉丝就是分为很多那种类型嘛，比如说有啊，女友粉、青蛙粉、豆油粉之类的，你知道这些粉都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吧，我应该是知道，毕竟我也是很早去参加选秀的人。来，先来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就女儿粉。女儿粉不会想当我女儿吧？啊？气氛突然凝固了，应该不多吧？我的妈！你这个年纪了，你还想当女儿？你这是这么高啊？还有一个就是生命粉。什么？活着就行？对，活着就行。谁活着就行？呼吸粉，呼吸就行了。生命粉，活着就行。想当我女儿，呼吸就行了。张阿信活着就行。张阿信想当我女儿。什么？然后还有一个叫那个整素粉。什么？整素粉？真不知道。哇，太难了。哦，你们也不知道是吧？不知道。现在采访都好难啊。怎么还没采完啊？这一家差不多了吧？下一家也等很久了。准备走了。他们都差距难飞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，不好意思，信息。什么？感觉跟快到合适了。你想象身边有人，你自己干什么？啊，张阿信啊。对啊。就是张阿信的粉丝。就是你的粉丝，就比如说有时候频道里太多，他就会骂他。该骂呀，他这种人。该骂呀。哦，那有人为他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你这个信息。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们可以爆张阿信的料，这个该说。真的，他前两天他还因为他过生日和大蓝赶丢了飞机，真棒！救救我！李易峰没有屁股，没屁股怎么上厕所？就是屁股不够翘，是吧？天黑如画，这谁恢复的？不是这个点吗？特别。你这个，你这。还给你，还给你。川渝第一 A 啊，这个是陈用网名风风蝴蝶结。没有。因为大家都以为你是这个名字，然后我名字都是蝴蝶。大概要五年了，终于今天终于对对。纠正。我为什么会用蝴蝶结呢？不知道呀，就感觉。不，我感觉我会用。没有用过。李易峰是重生的，就是说你没有预见性，然后大家都会穿越，是这个料已经真的，就最后一个是真的。上面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做这个抢答的游戏，然后但不是我跟你玩，快出我们的喵叔。第一个很简单，武林外传大佐真人李秀莲吧，啊对，李秀莲。李大子，真名李秀莲，家住李家沟，就在城市金卫湖。哦，我没反应过来，我在想那个演员的。张超。下面每一位明星都有出自己的蝴蝶。哦，你这个问题。按了就你可以吧？可以。杨迪。哇！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。你也太……小王，老虎。他其实是王子，人。对对。我没给。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好。救人为什么要穿紧身衣？救人要紧。一会儿我就觉得你会。最后一个环节是就是点评一下自己多年前的一些照片。好。看好小的那个。真的。就是这个滤镜可以让脸上没有瑕疵啊，很阳光啊。然后把你这条文案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你写的是这个颜色拿货。暖不暖？我们还暖了，都是很温暖。对啊，哇，我的脑洞确实是很不一样啊。啊，就完了。好。现在你的还是当天？是啊。改他干嘛？那你算是当天的维度。
我没有，我就喜欢，是因为那个小罗伯特·唐尼他演这个角色，然后因为有这个演员的这个魅力，就男孩好像都对机械这种东西感兴趣，很帅，所以就喜欢。